温总，在其他市县也发现了相同的疑犯，不只是三个，远远不止。根据刚刚汇总的情况看，至少有五十个准。一个也没抓住。正在追捕当中。温总，如果真的是战争前夕的特种部队渗透，我想。战争前兆。 你的意思是？您是打过仗的老兵，我只是一个军事爱好者，我想，这不用我多解释吧？说。当代战争，为了缩短战争进程，减少战争代价，通常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，特种作战就已经开始了。大群经过严格训练、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会化装分小组，按不同批次进入敌后战区，在敌后长驱直入，对预定作战目标实行暗杀、破坏。 袭扰等特种作战任务。你是说战争即将爆发？我不敢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很像战争前夕的特种部队渗透。那谁会跟我们开战呢？不知道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只能打个及格。我们虽然不是军人，但是我们要对战争。 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有利于不备之敌。可是温总，如果真是战争前兆的话，我怕以我们的实力，应付不来。我会跟上面联系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温总，可不可以解除对致命武器的禁令？我怕他们真的是敌人的特种兵，对我们的通知先发制人。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尽量抓活的。可是温总，那么我们不抓活的，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吗？他们可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如果对我们都……他对我们先发制人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去做自己的事情吧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记住，抓活的。是。温总，如果他们对我们射击呢？ 这还用问吗？如果对我们射击，就地击毙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快点！放下武器！放下！算我倒霉。 难道你要自首吗？你要自首，算我倒霉。抓了他！情况怎么样？ 有一些菜鸟已经被抓住了，这次公安和武警的联动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要迅速。很正常，这些县长一致，换谁都会快速反应，何况是老温呢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这帮菜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会不会全被抓？不会，总会有漏网。是，尤其是李二牛。 这小子能跑出来，我是真没想到。只怕他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。化妆渗透，深入敌后，总会不断遇到麻烦，不断解决麻烦。假如他们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掉，还想进我们狼牙特战旅？姐，你好，买衣服吗？ 你看一下，这是今年的新款，挺适合你的。这个卖吧。卖。
份证去接受检查。好，可以。你到前方接受检查。同志，你接受检查。警察同志，我拉的可都是鸡呀、啊。例行检查，谢谢配合。警察同志，我跟你说了，这都是鸡。警犬的鼻子都失灵了，这味儿的，藏在里边也熏死了。好，放行。
站进去吧。是。是。到了多少只菜鸟？报告，27只菜鸟。比我想象的好。 还没迟到，进去吧。好，在规定时间来了这么多，出乎我的意料。 是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来的，你被警察跟踪了，还带到我们集结点来，你想害死我们呢？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兵。出来！这么玩啊？这到底玩啥呀？这是。龟小子，要黄文玩死啊！这，别说话，小心撞枪口上。 老战友，哎呦，好，老赵，你也来了。文文不来吗？啊，这发现老巢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这功劳能让你一个人抢去啊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走走，哎，我上。这回挖到他的老窝了啊，他这张脸啊，肯定不能看。他长得本来也就不好看，这次的更难看了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走走走。文总，这里头太危险，我们还是。演习都结束了，我们打了百分。撤吧，都回去吧，三长。到。 带队回去总结。是。哎呀，我说嘛，今天我们文总一再强调，反复强调，一定要抓活的。明白了。你说说看是怎么回事？这还用说吗？我们文总和你们高总，他们是东南军区琅琊特战旅的战友，对吧？ 明摆着的嘛，一次军警联动的反渗透大演习。哎，天雷，方大参谋长啊，我们两个老战友来看你了啊！哎呦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能找到你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是我的人先找到这儿的啊。要是没有我的人，一路上尾追堵截，小菜鸟能被你们的人发现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 哎，参谋长，抢功！你们俩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哎，哪有哪有哪有！哎，我是准备来慰问解放军老大哥的啊！我已经和后勤的说了，今天晚上都上我那会餐去，对不对？会餐我就不参加了，下午啊，我要赶着回去。哎，别介别介，刚来了怎么就要走啊？见一面多不容易啊！小陈不是还没有对象呢吗？ 我那儿还有几个单身女干部，开个联谊会，联欢联欢多好啊！谢谢文总，不用谢，谢什么谢？好意思谢？太丢人了！你们被抓住，是在我意料之中，就是你们全部被抓住。我也能理解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接受训练，但是我们的安全点连夜给挖了。 全给断了！是在以往的军地联合演习当中，从来没出现过这个结果。那个，你，在我眼前永远消失，知道没有？走，把他送回老部队，永远取消他进入我们琅琊特战旅的资格。是，别了。是。
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咱们走走走走。哎，别，两位老哥，你们还不了解我的脾气吗？我这是冲那些笨蛋菜鸟发的，我这火发完就完了。你们这次完胜啊，我应该高兴啊，这个证明你们的业务水平就更高了，公安搞好了，这社会就太平了。但是今天晚上的会餐呢，我是不能参加，我得把这些你们的漏网之鱼带回特战旅去。哦，那些笨蛋呢？在外面呢，我给你带进来。啊，不，我不想见他们那个倒霉相。哦，山明，走，把他们送回原来部队。是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你们的老前辈，在特种部队的时候就是我的老上级老大哥。这位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温总队长。大家好。那位是省武警总队的高总队长。欢迎欢迎。这次代号红色天网的军地联合演习目的有两个。第一，检验一下你们这些新人的基本素质和特种作战的意识。这第二，是考核公安武警系统联动搜捕能力。这次演习是由军区司令部、省政法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武警总队协调进行的，既考核矛，又考核盾，结果很明显，盾赢了，完胜啊！我们被人家连锅端了。你们以为特种作战是什么？就是穿着迷彩服，画个花花脸，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，一通横扫，然后抢个人上飞机，还是冲进劫持人质的房间，一通乱干，匪徒灭了，人质存活，皆大欢喜啊！太羡慕了。什么是特种作战呢？陈海明，走，你来说。是，特种作战是结合了情报战、心理战、网络战等特殊作战样式，采取非常规方式进行作战的综合作战形式。没错，在演习中啊，你们其中有些人跟我们交手，在这点上我毫不讳言，因为演习的特殊性和局限性，特种部队失败的几率啊并不小。你们赢了特种部队很骄傲，觉得特种部队不过如此吗？很遗憾，你们错了。要不是因为演习的规则捆住了我们手脚，你们毫无胜算。我不跟你们废话那么多了，你们当中聪明人呢应该明白，全军区65名种子选手经过48小时就剩下你们27个。别高兴太早，你们当中大部分人还是要走的。搞这么大场面，那是因为你们当中的幸运者将参加一个特别高度机密的行动小组，通俗点说，就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。小组的代号红细胞，听着名字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特战分队。在战时，你们像细胞一样渗透到敌人后方，引发癌变。也许战争还没开始，敌人就已经垮了，这就是红细胞的独特威力。既然是小组，那我们就不会需要太多的人，精益求精是红细胞选择的原则。你们现在觉得化妆渗透很新鲜，到那时候你们会觉得很没劲呢，因为你们要学的太多，训练的太多。没有战争的时候，你们除了备战还要执行其余的特殊任务。什么特殊任务？只有留下来的人才有权利知道。
我说的已经够明确了，把他们带走吧。是，连长，加速，站，撤步，走。两位老哥，我也得告辞了。哎，天亮，队伍走了，你得留下啊！咱们多长时间没在一块喝酒了？啊！哎呀，今天我败了，这心里有愧。 演习就是演习，结束了，走。今天我做东，啊，我还给你摆一桌，我给你准了两瓶酒席。不行啊，老温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呀，得了吧，天雷呀，啊，你这个上校能比我这少将还忙？哎呀，不就是何志军、K你吗？怕毛？回头我和他说啊，不，走，喝酒去。不，走，走，走，你给我让老走，走吧，老汉，走。 这么烂呢，差我们陆航团差远了。这，叔叔，俺看这飞机挺好的，多威风啊！啊，你幺拐幺，直九，那小羚羊，也就这直八B新鲜点，还有什么新鲜的？土的掉渣的。哎，知道五至十吗？ 啥五十啊？还十啊？我说你是怎么来的？武装直升机，编号10。哦，这个意思呀。首长，对不起，您是文化人，说话俺听不懂。俺叫李二牛，来自铁线团，炊事员。炊事员？哎，你没搞错吧？没搞错。俺还有二级厨师。 俺做饭可好吃了，改天有机会给大家做一顿吃啊！哎，俺做饭特别好吃，到时候给大家做着吃啊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报告首长，我也是铁拳团的。哟，你也是铁拳团的？农场的吧？对，首长，我是专门养肥猪的。 你这个列兵啊，有你这么跟干部说话的吗？干部就要有干部的样子，才能赢得列兵的尊重。哎呀，你又是哪个团的呀？我们都是铁拳团的。嚯，这铁拳团行啊，这炊事员、养猪班的都来了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报告。 我是打飞机的，专门打飞机的。哎，别，走走走！哎呀，何必呢？参谋长，要不要收拾什么小兔崽子？呵呵，这个的锐气太盛了。 让他们碰到碰到。好嘞，都是天涯沦落人，何必呢？谁沦落了？你才沦落了呢！哎呀，你也是铁拳团的吧？不是，在下是军区信息站中心的，我叫徐天龙，各位可以叫我龙龙。幸会。龙龙，我看你就是个聋子。龙龙，不干了。 没法干，使那么大劲儿跑到这儿来跟你们这帮人为伍，哼，不如回我的陆航团。滚开！哎呀，何必呢？啊！哎呦，怎么了，大干部？啊，针扎我！没有啊，这哪有针啊？没有吧？大家看，没有针吧？
什么鸟啊！大家伙，大人了！大家伙，大人了！大干部打人了！高手，客气客气，班门弄斧。哎，不配合。岂敢岂敢！你们故意搞我是吧？是不是？ 好你个死丫头啊！还有你这个炊事员，养猪班的，还有你这个打飞机的，你们故意搞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死丫头，今儿这事儿就是你引起来的，我就找你。十个你也打不过他一个，钟安，放聪明点，别闹了。再闹下去，难堪的是你。你应该不是糊涂蛋。 集合！报警！向前看！向前看！怎么着？都玩够了吧？挺过瘾呐！不愧为各部队的精英啊，到哪都是精力旺盛，挺好。 我喜欢，不愧为受我选拔的精英。既然你们精力旺盛，那就不用上车了，就跟着车一路跑回去，不远，也就10公里，你们肯定能跑出宇宙的记录。出发！是。
原部队，走，走，走。 三年没喝酒了，进去吧。这里边是什么呀？医用酒精。你是怎么闻出来这不是工业酒精的？报告，我刚刚军区住院归队。挺好，再回味一下熟悉的滋味。我看你们脚上的伤也都不少，消消毒。啊，进去吧。 事儿，啊！在酒精池子里面泡5分钟，再换到水池子，进去。小狗，这会死人的，这死倒是死不了。你那脚上伤可不怕疼吧？受的是半死，没选择了。 我们有退路吗？回去。嗯，不错，有表率了。 谁过不了？谁过不了？我是飞虎团的，那落地一样是猛虎。啊！
装具啊，挺精神的。这军姿站得不错，就不知道体能是怎么样啊。躺下，端腹，全力都有，左右一臂距离，前后两臂距离，下一卡圈。下去看，后倒，端腹。电影都看过吧，特种部队选人呐，这个开场啊都有一段这个开场白，哎，但是我想啊没什么新鲜的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主要说五点。这第一点嘛，你们都是各部队的骨干、精英、兵王，军规军纪啊，不用我说了，你们都懂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一会儿啊，让你们背一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烈武条令》。当然了，在这儿啊，我也就不多说了，免得话长。那第二点，我要说一下我们狼牙特战旅啊，特训条例。虽然这集训呢规模不同，但是这个特训条令啊是相同的。听见没有？一共几条？保证13个大项，57个小项。没错。哎，这一会儿要带着你们读，那现在呢也就不说了。这个第三点，那就是伙食待遇问题。这可是个大事儿，那我不能不说啊。但是你们放心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不会出现克扣你们伙食费的情况。啊，但是特种部队啊，那有特殊情况，是吧？你们来自不同的部队，是吧？有人还是飞行员，那伙食高啊，挺高，比那个军犬的标准呢，它都高。但是在我这儿呢，只能有一个标准，什么标准呢？就是没有标准。特训吗？那总要吃一点特殊的苦嘛，啊！再说你们也不怕吃苦啊，怕吃苦就不会到这里跟我们玩啊，都说没意义。那攒下的伙食费嘛，如果你们回到原部队，他们会处理；如果你们留下来，那大家聚聚餐呐，好好的吃几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顿都吃不完。啊，这第四点就是就勤和操课时间。第四点，怪好。特种部队嘛，啊，这特训就带个特字，那就是特事特办呐。什么时候就勤，什么时候操课。这个我说了算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周末啊，那更谈不上什么外出了。攒下的假期怎么办呢？慢慢补吧。哈哈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个人呐，那是最厚道的，哎，绝不会让你们吃亏。对了，我刚才说到第几条了？保证，
第三点，啊，第三点，对，对，第三点。第四点，关于这个就寝和操课时间，啊，报告。有事啊？是的，首长。